盖起来看不见的。侠的那儿子拿达汤也是自己的黑子，告诉我说，似乎经过梦见别人以后，唯一能梦见七圣所的就是他的父亲亚伦，因为他是大祭司，而且也只有今年一次才能进去的。那次我们从这里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要怎么办呢？我也会啊，他们要做守候的布，白天做我先会带起来，所以我们只能看见两个人用黄金包起来的帐子身在外面，这样祭司们来抬着。好了，爸爸回来了，被谁带来了？哎，我们满足好了没有啊？哦，我看已经来了，你真是个好心，一心顾家。我并不只是顾家而已，别忘记我还在分开圣物的幔子上做些活呢，这也花了不少的时间。大家吃过饭以后我再拿出来给你们看。真像我说的，经理这个人都在忙分工作圣物的工程，我上个月就帮菩萨月用枣夹木做了一张圣木里放饼的桌子。哎，你们现在去看的话一点也看不见木头，外面全部都用黄金包起来，并且有黄金镶的架子。您说那是放什么饼啊？陈设饼。你知道发过酵的饼是绝对不能带到圣所里去，这些无酵饼就像薄薄的大饼，有12块，叠成2堆，然后每一周在安息日把旧的饼拿走，摆上新饼。Yeah!